日前有申请公屋的港男收到配房通知，就前往屋邨请保安员大路睇单位。他留意到保安员打开铁闸之后，竟然先敲木门，先用锁匙开门，令楼主相当不解，不知道是不是单位入面有啲嘢。最终楼主亦认为单位唔合心意，话主力墙位置引起间隔不便，于是拒绝今次编配。有网民安慰楼主话唔使太过担心，只如果单位入面有人身亡，咁房署喺发出配房通知信嗰阵就会列明。另有不少网民指入屋前敲门只是习俗，好比是你吃饭前嗌人。亦有人表示人比鬼可怕，留意下附近嘈不嘈，干不干净，有没有异味仲实际啦。